2008年上市嘅 Chloe 同名淡香水，系唔少女仔心目中玫瑰香水嘅代表作。呢款经典香水最初系为咗致敬喺1974年品牌创办人同埋设计师共同打造嘅 Chloe 香水，以玫瑰为基调，加埋小苍兰、牡丹、铃兰、琥珀、蜂蜜等等，勾勒出女性独立自主嘅面貌。在台湾更加创下了一年销售18000樽的成绩，比法国当地还要多。Chloe 系列香水的玫瑰取自于土耳其玫瑰之都 Ice Porter， 引用玫瑰的土地和工厂，属于1850年创立的香水世家。利用蒸馏和萃取技术提炼精油、花蜜、玫瑰水等三种萃取物，分别在系列香水里面占了很重要的角色。每年的5月中至6月中的40日是 Chloe 玫瑰采收的黄金期，每位工人每日可以采收40至50公斤的玫瑰花，每日就大约有60吨的玫瑰花可以送去工厂，其中每3500公斤花朵可以萃取出1公斤的玫瑰精油，而每公斤的玫瑰精髓就需要600公斤的玫瑰花萃取，成就 Chloe 香水的灵魂。跟住落嚟就会送去法国香水之都 Glass。混埋其他香调，打造出迷人嘅香水。Chloe 嘅香水樽身有超过40个步骤嚟打造，将白砂经过1500度高温烧灼雕塑，捕捉品牌时装袖口袖接嘅古典风韵，延伸为充满70年代装饰艺术风嘅罗马方柱玻璃樽，樽口以纯银包覆，需要经过3小时做工。樽颈标志嘅花瓣式丝带，约有60cm 长。使用73针织的最高级丝带手工捆绑，最后在樽颈绑结，令香水更添风雅。边个话女仔唔可以爱马？苹果冻主办爱马仕女神，劲马主播曾玉成。